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这是干什么呢？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. 不是，这一集来这是啥意思呢？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带扫描吗？这必须得给我干死他！交10000个闪现也得把他杀了，不能让他走。你看那维恩，你们瞅那维恩没？看见泰坦交闪不交闪？不知道啥意思。 看见人家泰坦过来交闪现了，在那一愣，在那看东西还在那。你说傻不傻逼？哎呀，不说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我已经说了能有10遍傻逼这个词了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不说了。那是艾博呀，太谁谁了，艾博呀，他就 fake， 我只是说刚才他的举动，早不说是职业选手，早不说呢，真是的，早不说，真是的，早也不说。 二里学个什么技能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漂亮！漂亮！漂亮！给我杀！ 完了，我没闪现，我没有闪现。俺们家这视野太好了。 这兵一个也不补啊！你用 Q 的话，你这蓝够用吗？那小鹿别着急啊，我们也别着急跟他打，就让他 Q。 可真猥琐呀！我发现这个太猥琐了，这梦魇猥琐至极呀！耽误时间有点多了，不如反个野都，不如反一头野。他也没蓝呢，关键他搁这干啥呢？那里头有眼儿，没事，你别吃兵了。 传送留着。
不能留了。本来想留个传送支援下路的，但是看来是不行了。把坑入你，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더블킬这他新手我不行啊，哎，怎么从我屁股后头来了个包女儿呢？偷袭呀，不讲武德呀。不是发呆是不？那谁知道他没视野，他能跑过来扎我一下来呀？这谁能知道啊？我在塔下，他没视野，他跑过来扎我一下子，那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他硬扎我，我能咋整？这也不可能有意识到他能从塔后边扎我。不交大好了，因为我必死，我都不应该交大的，交大交的没啥意义，不交大这波还能给他点压力，让他跟我打不了，没大招他没有压力，只能五十秒以后再跟他打。梦魇装备不错呀，哎，这梦魇装备怎么能感觉挺好啊？下边能杀十五秒二十秒吧，等一下让他推一把。啊，他吃了我三层塔皮，对，他把我塔皮吃了。对面的包女挺烦人呢，感觉野区有点炸了。战争的化身。操他妈跑那么快，救一下。平 A 一下再来一下，哎呀给来起来了，我靠，他有个骸骨，玩不玩呀？
运气不错呀。希望他不敢再推。他不推就可以啊，没关系。第一个 Q 没出来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失误了呗。那没办法啊，那失误可能人人都有的，那怎么整？那操作失误这很正常。可绝了，我操，我这还连个屁都没有呢。阿古鲁汤也死了。这梦魇行啊，连龙都没有，他就往下飞，他就往下走。得上了一趟，打他一个海骨先。我有船，但是我船这波杀的梦魇，没事，他给我套虚弱了。哎呦我天，全是闪现呀！啊，全是残血呀，还能不能玩了？又小亏一波，但是中路赚了，还行吧。我要杀谁呀？我要杀梦魇啊！杀梦魇，梦魇不走了吗？梦魇走了，转上去，转上去不给虚弱了吗？就这么点事儿啊！我一上就为人闪现了，不是为什么就一。如此之平常的操作，就非得要逼逼两句，也不知道逼逼啥。你有啥好逼逼的？我要杀谁呀？多么一个简单正常的东西，人家有闪就没死呗。烟可以净化，不是我暴躁，这么正常的一个东西有啥好说的呀？多正常一件事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说人被杀就会死，这不是正常的事情吗？怎么能是我暴躁呢？你自己说傻逼的话还不让人说，说我暴躁。一塔拆了，可以回家。
现在还我每次直播间来都要破防一次，我也不跟你说话了，你还说不说？破防！你要自己想当傻逼，那你就当吧，那咱也没办法。那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又给加了一口，人有点多，上当了，人太多了，天哪！哎，不过梦魇死了还行。Why top fighting？ 什么 top fighting？ 二换一不合适，但是也凑合地儿吧。可以，哎，不太可以。卢仙抢人头没抢着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为什么要打呀？你能打就打呗。哎，投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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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啊，就投。从今以后啊，谁乐意投降咱就投。我也不惯你的毛病，投不投的。这包女儿妈真是烦人，真讨厌呢。친구는싸우면서얻는복이지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谁开大？开大大谁？卢仙。卢闪是吧？行。小龙吧。小鹿才九级，谁到了？他等级有点低。他也在上路，浪费的时间有点多。我打吧妞，打小龙啊！小龙，先把龙打了就完了呗。小鹿多刷野，他上来刷野，他对面野他都不清，他就在一直在这蹲，那等级肯定低。那、哎、也不能赖他吧，这是。我卡着这拉克斯。他也来了，帮我打了个闪，等级稍微有点低，确实是等级有点太低了。
压了能有两级，快100个兵了。这个英雄我们家没有重伤，我觉得我还得出个重伤，我还不能先出血手，我得先来个重伤。传不了啊，这波死人就赶紧跑，我们家卢仙没在，主要是先救一下波比啊。没有人了，没有队友了。小鹿没大吗？不知道有没有大，不过打的还行吧。其实这三换二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让他们一直追我们家 AD 卢仙，你知道吧？刚才我就必须就得刚才这家伙。我必须得自己上去开他们，刚才我们必须得上去卖，不卖的话那卢仙死了游戏就直接结束。这家伙，不过也不能赖泰坦，其实哪里来的人，我操，怎么天一黑我死了呢？哥哥们，为什么是我死啊？我寻思不是抓我们家别人吗？这怎么变成我下来我死了呢？我上当了。配合的不行啊，小龙吧，小龙不要了，大龙。哎，不，刚才为啥不打龙啊？天！你投你妈的！你在这投投来投，喜欢投降是吧？投，赶紧的下一把。正在那投降，投吧。臭傻逼。